Netflix， 请即下载。OK， 又嚟到我哋今年嘅动漫足球回顾嘅节目啦。咁啊，呢一辑嘅节目入边咧，就将会由动漫足球同呢个高 DS 嘅游戏手机游戏就做一个联合嘅播映啦。咁啊，高 DS 咧就喺本月份嘅推出嘅游戏咧，就有一个更新嘅版本。咁啊，所有嘅玩家咧都可以做一对自己嘅球队啦，亦都有一连串嘅活动将会举行嘅。咁啊，大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呢个高 DS 嘅 Facebook 专页。咁啊，而漫畫家金小文咧，亦都推出佢嘅四格漫畫，將佢逢星期三咧就會喺Facebook 嗰度刊登噶啦。咁大家可以去佢嘅 Facebook 專頁去睇一睇啦。咁啊，亦都有一個虛擬嘅遊戲，將會喺呢個6月8日至到8月31日啦。咁啊，就喺旺角彌敦道嗰7/8嗰度，咁啊就係有嗰個遊戲玩噶啦。咁啊，詳細嘅情況可以留意翻 Facebook 嘅專頁。咁喺呢一輯入邊嘅港超聯回顧，除咗我江少之外咧，亦都仍然有阿李 Sir， 仲有呢個 KK 啦，同埋仲有呢個歡敏。咁亦都我哋有位特別嘉賓，如果有留意本地波網台節目，都會知道嗰個就係香港本土足球專區嘅輝輝。咁啊，輝輝仍然都要保持翻佢一貫嘅作風，就喺鏡頭後邊嘅。咁你都要俾聲音大家啦，輝輝。係啦 ，hello 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做開幕後唔方便出現喺鏡頭啦，咁啊睇到前面呢幾個主持就夠噶啦，我係出聲嘅。好彩你冇講話我細細個，咁你可以講噶，我喺 K K 面前一個細細個聽佢哋聽佢哋播。嗱，咁啊喺呢一節入邊咧，我哋將會分開啦，就會係講榜首嗰幾支球隊啦，亦都有榜中同榜尾啦，我哋分開嗰幾節先啦。咁啊嗱，首先一樣嘢啦，我哋先講翻一定我哋個三冠王。今年攞冠軍嗰隊係傑志，就50分啦。50分可能喺其他聯賽嚟講咧，就唔係一個好高嘅分數，但喺港超聯嚟講咧，係屬於一個新高嘅分數嚟嘅，亦都以一個不敗係計港超聯啦，唔係計甲組啊，甲組以前都攞過不敗嘅分數去攞冠軍噶啦。咁啊，喺呢一支傑志嚟講，可以咁講啦。由如果有留意我哋季中嘅特輯入邊都講過噶啦，何基基話齋呢隊波根本打遍天下無敵手嘅。去喺香港贏啊！英國噶啦，喺香港本土聯賽打遍天下無敵手，打遍天下無敵手合理啊！咁我又不如咁啊，揾啲拍檔去簡短咁評一評啊！咁啊，首先嗱，不如基基你講翻啲傑志隊波啦。嗱，佢根本就係佢個榜首嘅職位咧，其實基本上係由第二週至到尾係 keep 住一條線，係冇跌過落第二。根本上佢隊波已經係完全係掌控曬呢個聯賽。佢係即係坦白講，佢係超班嘅。你睇下佢啲球員咧，唔好講逐個名啦，外援、歸化本地都係 top 咁滯噶啦。加上佢後天條件，自己有訓練場地，啊乜都唔使擔心。啊咁啊，你如果咁都唔喺本地稱霸，咁仲搞咩足球啫？咁問題就話。除了本地清白，你出了香港之外有什麼作為先？現在我的要求就是要求傑志出去有作為，本地我不要求，因為他都夠了。你對他要求會不會高了呢？不是高低的問題，是正常化的。其實那你一個地方最好的隊出了去還拿不到成績，那就是證明你那個地方的足球水平是低。李Sir怎麼看？絕對佢贏今年係絕對合理嘅，咁所有嘅配套佢係最好嘅，即係可以叫即係似樣嘅，真係叫做職業球隊，係嘛？咁你贏嘅合理嘅，其實佢響今年嘅嚟嘅最緊要季初嗰兩三場，如果佢嗰兩三場啊一過到佢，其實就順風順水噶啦。咁你其實佢當初可能啊面對個。你好多人講嘅話，飛馬各球隊，其實佢首要嘅對象，佢個對象就係東方。係第一場聯賽嘅第一場。係啊，佢過到東方嘅咧，佢已經肯定揸硬嘅個杯。點知一碰東方，軟咗啫，冇得放啊，唔使放。東邊嗰個放嘅，唔使放啊，對住做咩放你啊？唔係咁啊，歡敏你點睇先？歡敏你，如果你對今年嘅傑志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分咗兩個陣容咯，喺本土同埋喺亞冠杯上面，咁同埋即係好多人都講啦，即係都話傑志其實冇乜邊幾個係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球員喺嗰度效力，即係喺嗰度出到場嘅時候，咁如果仲以呢個陣去打亞冠，都係好似冇得打咁咧，咁其實係咪即係代表我哋
已經加了啲歸化球員，已經加了啲外援，但係都好似唔夠出邊啲人啲球隊打咁樣，即所以呢、這個再加上如果我哋有再掕多啲本土球員，係會將個實力提高咗，定係會再減低咗咧？講到球員真係問你喎，係啦，其實好簡單，你用好多嘅球員，如果你因為你要應付亞冠杯呢啲咁高水準嘅賽事，你用啲好嘅球員合理嘅。但係因為你亞冠杯有一啲比賽嘅章則規限，你係用唔到一啲球員嘅。咁你喺個本土聯賽就經常用嘅嗰班係冇機會出去打亞冠杯，而需要打嗰班反而經常都坐冷板。咁你去到亞冠杯嘅成績嘅時候講咧，即係雖然講句真話，佢係輸咗好多場。咁就實質佢真係超班㗎啦，啊咁用咁多副選出去打贏，不過咁你係失咗個意義。仲要揾埋個國際球星科蘭翻嚟添啊！係啦，係咯，係咯。即係問題就係話你段波你究竟係想點先？唔係你好似阿 KK 話時間，你究竟係乜嘢葫蘆賣乜嘢？你想點先？你想贏亞冠杯，你一定依住亞冠杯個規範嘅要求。嗰、那個版本去做噶嘛？咁你想紅霸香港咁咪做咗咯？咁但係如果你想紅霸，唔係紅霸，即係衝得出亞洲喺亞冠杯有啲表現咧，咁你有個政策噶嘛？你個政策一定要依照人哋個規則、遊戲規則去建立，唔係話喂我求其即係好似當年紅磡體育館，如果冇一個規範，就唔會起到一個咁嘅紅磡體育館。係普通一間體育館。你仲有一樣問題喎？你發覺？傑志身為一隊球隊，香港唔好叫職業球隊，我都叫唔落啊！有邊樣嘢缺乏嘅先？佢冇樣嘢缺乏嘅。輸波啊！今年就嚇，唔係啊嗱，係咯，缺乏輸波啊！所以咪喺亞冠嗰度輸到好多波咯。訓練基地乜都有，而家大膽啲講句，全香港嘅足球係佢係具備一支職業足球隊嘅資格。佢唯一就係冇主場比賽嘅主場嘅啫，其他嘅冇到齊曬啦。冇錯冇錯，佢唯一係欠一個主場嘅啫，即係比賽嘅主場。係訓練場地有，宿舍有，醫療有，人有，乜都有。係一隊專業球隊應該有個條件。佢都有，係佢有。仲有一樣，我成日都想講啊，球隊咧就係話人哋點解外國啲球隊咁嘅咧？人哋係有咗個球會先至搞隊球隊嘅，香港就唔係嘅。淨係得隊球隊，個球會係空嘅，乜都冇嘅，地會址都幾乎冇嘅。其實我正正想講就係喺鏡頭前就同啲球迷解釋翻嗰條線。係啊，佢哋到而家有啲人都唔明將球會同球隊混淆。而家傑志已經係一間球會，球會就唔係一支球隊。東方仲係一支球隊，就唔係球會。冇球會嘅。喺香港嚟講，得一支啊，有一支落咗甲組。嚇！嗰陣時唔好講住啦，唔止一支香甲組，係啦，唔止一支。喂，港會都係一個球會，港會係一支球隊。你不過冇興趣踢港超，佢港超層面得一支。冇興趣踢港超。嗱，咁啊，不如咁啊，嗱，輝輝啦，而家你不如你又講緊俾講翻傑志，喺今年你又有咩評語先？其實有。嗱，老實講，我哋以球迷嘅角度去睇啦，好多人我哋睇嗰啲嘅所謂總結都講啊，一講到傑志今年嘅表現，冇嘢好講，唔使講。點解啊？因為贏係應份嘅，大家都話傑志係超班啦，根本上呢個陣容或者呢個咁嘅表現係贏係好應份。但係我反而想講一樣嘢就係。他哋今年的比賽咧，佢哋總共只係和咗兩場波，一場都冇輸過。喺聯賽裏邊咧冇輸過咧，係咪代表佢超班咁緊要咧？我覺得未必。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咧，其他球隊有啲唔係好爭氣咯。嗱，咁我反而想同大家再講下咧，舊年嘅回顧。舊年我睇個回顧嘅時候，大家都仲講緊咧，喂，傑志而家你攞冠軍咧，就要即係要出邊隊關啊？過邊隊關啊？咁樣或者要出好多嗰啲嘅歸化兵啊，冇本土啊，零本土先攞冠軍。但係今年大家再踢起上嚟咧，發現冇人再講啦喎，係咪大家已經習慣咗傑志出呢啲咁嘅陣容咧？阿老闆點睇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原因，其次就係整體香港嘅球隊咧個水準都低咗。你同我計計條數啊？其實我又有邊隊係大埔係稍微好咗啲嘅啫。南區冇舊年咁好。其實撇開個水準嚟講先啦，根本你點樣講佢用咩兵咩兵都冇用啊！佢我行我素，我睬你都戇居，我淨係要攞冠軍嘅啫，香港嗰只。
其他嗰啲我冇諗過。我覺得佢，因為今年傑志嘅表現咧，大家好容易睇到嘅。根本上佢哋個實力高，超曬班。其實根本上睇住你班其他嗰九隊嗰個嚟踢。嗯嗯。基本上佢出場嘅時候，大家會見到佢，唔好話佢 hea 啦，叫睇住你嚟食啦。如果你冇本事要佢出真功夫，佢可以下半場換後備。如果真係要佢撳掣嘅話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年傑志贏波咧，臨尾嗰十五分鐘一定可以 KO 到你班港超其他球隊。咁已經冇嘢講啦。點解咧？你其他球隊根本上冇一個後備力量好似佢咁強。咁啊，江少你覺得點咧？因為如果嗱，如果從技術嘅層面去講啦，其實好簡單啫。如果一啲識有啲人話禁制都要講水平嘅，唔係話你禁制就即刻贏到。如果你能夠每一場波能夠掌握到最尾十五分鐘咧禁制贏到咧，即係證明嗰隊波同其他球隊係有一段距離，你先做到呢個效果。同埋第二一樣嘢，我想問翻咁多位拍檔，有個策略性嘅問題，我覺得係有啲疑惑嘅。傑志擺明喺今年喺呢個亞冠杯係想有啲作為嘅。佢將左迪同埋呢個鄭子龍，尤其左迪收翻，我哋擺明係知道佢季中一定會收翻翻嚟嘅，但係佢會借俾一啲榜下游球隊，當然啦，當係操兵啦。咁你既然都係會收翻借人哋半季，你係咪唔應該借出去咧？肯前半季係嗱，其實一樣嘢咧，佢係想 keep 住嗰啲要用嘅球員嘅狀態，但係亦都相對一樣嘢嚟講咧，你係咪佢個狀態可以 keep 得好？但係佢個響球隊個融入。嗰度係咪會好咧？有機會打折扣嘅，佢借俾某間會，可能大家嘅踢法已經唔同噶啦，係嘛？咁已經唔同噶啦。咁亦都翻到嚟，你個磨合係好短暫，因為已經開始要踢亞冠杯。其實佢要揾翻嗰啲人都係想去用翻落去亞冠杯啫嘛。冇錯。啊，咁其實我係唔覺得佢一個有計劃嘅去應付呢個賽事咯。我唔覺得咯，所以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即係咧，譬如佐力係打開前鋒噶嘛，但係佢喺亞冠杯一出場嘅時候咧，佢又話擺佢打352嘅翼位嘅角色，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佐力又發揮唔到自己應有嘅。其實有一兩場波，我哋都覺得好笑嚇，福保羅打右邊嘅翼位，即衰嗰場波衰得好肉酸嘅。同埋可能佢都自己即係都知道呢班球員唔借出去，可能喺自己隊都冇乜機會出場。不過有啲唔係話借唔借出去嘅，咁有啲細路啊，好似鄭子龍，佢一定要揾嘅，要爭取呢啲嘅。咁六實講句一話，佢都唔知道鄭子龍係咪真係乜嘢係是龍是蛇都唔知噶嘛。如果佢覺得佢一做好，我使乜借俾佢？我就用。就用佢嚟喺呢度用，即係我成日都講緊一隊球隊，如果有實力，啊五雞六門，其他九個球員帶唔帶起個僆仔先？如果你帶唔起一個僆仔，嗰個隊球隊冇學人講少一句球隊。嗱咁啊，如果講起傑志啦，剩翻少少呢一節嘅時間啦，一定要唔可以唔提嘅。尤其傑志咁等咗，一定會齊台就係話科蘭，我哋都要講噶啦。科蘭喺今年除咗喺個 marketing 係做到一個好好嘅效果之外，其實喺球隊入邊帶嚟。一定有啲老生常談問題㗎啦，喂，我喺佢身上學到某啲嘢啦，有啲球員咁，其實有冇什麼咩正面影響咧？其實學到鄭子龍學到佢射罰球啦，射球員學過咁靚，仲學唔到佢就喺可能喺度學翻嚟嘅咋？嗰球波鄭子龍冧起嗰球啊，贏唔贏？佢話啫，乜佢話嘅？嗰球波我俾機會佢再射一腳都未必得。唔係啊，人哋話訓練咗佢好耐㗎，係真㗎。訓練咗好耐，佢由佢結巴塞隆拿嗰年嗰、那個巴塞學校嗰陣開始啊嘛。即係我好偏激嘅，你同我做。唔係偏激。科蘭啊，話俾你啫，除咗市場呢兩個字之外咧，佢對香港有咩貢獻先？射幾球罰球之後，你有冇將傑志整隊波個形態帶好咗先？喺邊場波表現到出嚟啊？冇。唔好講話出去踢到亞冠，就喺聯賽啫。係。嗱，我哋講一講亞冠咧，其實插一插嘴，即係科蘭咧，其實第一場波傑志踢亞冠第一場咧，就俾人炒五球啦。咁輸咗5-0之後咧，即係嗰場主場。咁其實科蘭喺賽後咧，就曾經有批評過球隊嘅。係。冇錯。大家都會有個感覺，覺得好似科蘭嘅作用就係嗌醒咗班球員咧。大家又覺得點咧？我覺得係你睇到嗰場波咧係。即係嗰幾場波啦，我覺得係球員嘅信心係好咗嘅，即係因為有科蘭呢個球員喺度，即係我咁覺得。我知，
係，因為我哋一定要講亞冠嘅層面咧。聯賽其實有冇科拿都贏緊㗎啦，其實唔關事嘅。其實我又唔係唔係真，我又唔知啊。聽聞講亞冠咧，整個策劃咧係科蘭策劃嘅，踢法啊佈陣係由科蘭提供嘅，係唔係我就唔知道。其實講句真話，我唔同意阿歡文嗰所講嘅，就話會帶起嗰班人。其實好簡單，就係正因為科蘭個名氣太大，殺住對手嗰啲對手就可能擺多一個半個人睇嗰啲，你令到嗰啲人。但始終你本身嗰啲人唔爭氣，講乜都冇，你個賽果，你係唔爭氣，你個賽果就係衰咗咁。係啊，你就唔爭氣，所以會傳出第一場之後，科蘭有啲嘢講啦。係，係啊。等於阿輝輝頭先所講啦，咁其實佢頭先所講第一場嗰句説話，令我有啲差異嘅就係話，如果一個跑慣江湖嘅人咧，講一句咁嘅説話，向自己隊入邊嘅球員作出一個正面嘅評價咧，如果你係一個過客，同你一個踢到季尾的球員，等於一樣嘛。你諗住踢到季尾，你會唔會講一句咁嘅説話？除非你本身係一個短期合約或者一個過客嘅人，或者我有翻一定嘅級數，我先夠膽講呢句説話咁。係人都知道呢啲説話一定係對，仲講俾傳媒聽喎。咁會唔會本身佢本身個我都係一個過客嚟啫？我預咗自己打響傑志踢幾耐㗎啦。認同咁樣先，其實佢擺明係簽佢，喺我嘅諗法，擺明係簽佢翻嚟打亞冠。老實講句真話咧。如果作為一個國客的角色，我揾錢嘅，我唔理你咁多講咁多嘥氣。而係佢，我感覺科蘭佢自己覺得我自己一個某一個級數嘅球員，大佬因為你啲人唔認真，搞到我俾人以為我好揸流灘添。你認真打，大佬係嘛？我幾廿歲都嚟跑啦，你哋都唔認真嘅，否則我出聲做咩啫？係嘛？唔出聲啦，我唔希望。你哋嘅表現影響咗人哋對我嘅觀感。嗯，係啦，傑志應該差唔多都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啦。係啦，咁你要講咧就冇咩好講噶啦。如果再講落去都係挑一啲某嘢，佢贏講嚟講去爭高鼻。係唯一一樣嘢，可能就係話佢今年係失落咗銀牌，但係佢攞咗個青英杯，而青英杯本身一向都係由一啲青訓主導嘅球隊而攞嘅，佢今年就俾佢攞咗，即係會唔會？即係顯示多一樣嘢，佢將會未來有好多力量去提保。青英杯，我由第一屆我已經係講佢做奇英杯㗎啦。你哋計條數，青英杯嘅出人嗰個規矩點樣先？係已經完全冇青英呢兩個字存在。你仲要話如果咩出兩個青年球員，就準你出幾多個外援啊？即係倒翻轉嘅。係你應該限制你一定要出咁多個青年球員，你唔可以少嘅。唔係咩叫青英杯？賽制上今年仲有啲球會咧，為咗要打青英杯咧，專登要註冊兩個 U 廿幾嘅，咪咯，擺喺度等踢嗰幾場波添。即係證明而家咧，其實某啲球隊咧就希望即係話我攞唔到嗰啲咧，我都搏喺呢度攞。如果大家都遵守一個規則嘅咧，我有機會嘅。但係始終都有啲人係因為你定個賽制出嚟，係啊，都冇規則嘅。好似首歌話時解 ，I did it my way。唔理你哋噶，我最乞人憎啊！一開始就話奇英杯，唔係青英杯。OK， 嗱，嚟到呢一節，咁啊，暫時到此為止先。陣間嗰節翻嚟係講和富大埔。